乗せるか。そうですね。 OK， 那我们的身体的重心位置，那刚才有提到，我们跳起来，原地下来，重心可以找到原来的位置。那这个重心位置的调整，对滑雪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。さっきのじゃこう、これをここの指、小指と親指の付け根に体重を乗せて、もう一回こうやって、こういうふうに。OK， 我们再试着一下，因为我们大家应该可以感受到，我们脚趾后面那一块前脚掌可以踩到重心的时候，那我们利用这一个重心再试一下，把板子，好像我们要做卡比，把板子立起来，角度立起来去做，你的重心是在你的前脚掌。これができると、もうパラレルターンはすぐ。OK， 那我们现在如果你能感受得到，你做得到，你知道你在做什么，我们真正穿上雪鞋跟雪板的时候，你就比较容易知道我们如果要并腿滑的时候，应该要用什么样的站姿，身体应该在什么姿势上面。嗯 ，OK， 这样。OK， 那请大家坐下。